保证飞机配载平衡及飞行安全，全年严格按照您手中登机牌号码对号入座。飞机在滑行起飞期间，请不要在客舱中来回走动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航班安保组组长，我和我的组员将与机组、乘务组共同努力，把大家安全送达本次航班的目的地。为了给您提供良好的客舱安全秩序，依照中国民航法律规定及机长的授权，本次航班为英式民采集航班。进入客舱后，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如实记录，请您对此工作给予理解和配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》和《中国民用》。